他在干嘛？顺一下子到了新加坡红山 ABC 大巴萨，看10块可以买到什么东西？希望不会被老板踢出来了哦。Let's go。Hello， 十块可以买到吗？没事啊。买不到吗？哦，马币买可以吗？啊。收马币。谢谢你啊。哦，多少钱呢？啊。10块可以买到吗？10块。啊，10块我不知道，我这是10块半了。你看，你可以卖我什么，我吃什么了？我要给你吃猪脚饭了。什么都可以了，白饭都可以了，10块有的是就可以了。不准的啊，什么？谢老板娘，遇到好人了啦，去拜猴神了啦，划算又划算。原来新加坡人，哎呦，善良心很多，10块钱买到了马币。谢谢，麻烦麻烦，我10块钱马币可以买到什么东西吗？啊，不给，谢谢。10块可以买吗？买相机了。我是要10块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？啊？我卖你的手机。Oh my god！ 这个10块你可以捡的。这样我上个10块，我给你10块。哦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帮我吗？我只有10块半了，你帮我，我就给你买3个。谢谢，一个，对对对，两个。多一个，三个。这位老板娘卖我10块新加坡。安山 ABC 头结束，这摆好扯了啦，风兴啊，哇，我昂我兴啊，风兴，谢，这是赚到了啦，这个三个10块新币卖我10块马币，也是一样快嘛，最重要快乐，好事，这个也是10块马币，你看他的猪手也是有 spring 的，好像 jelly 这样。遇到粉丝，怎么你会来这里？从昨后来这边看10块钱马币可以吃到什么了？哦，你在哪里？我在那个档口肥仔墙。哦，卖什么的？卖叉烧饭。哦，这等一下10块钱你可以卖给我吗？可以。马币哦。马币啊。动啊！我做给你啦。OK，thank you。哎，哇，10块，粉丝卖给我，老板卖我10块马币。本来是多少钱的？最少是差不多。哦。块钱，还是我做给你。可是我是饱了，我看啊，就改次了，再来支持你了。啊，谢谢你。我要10块马币比较爽了。肥宅墙老板送给我，吃饱了还要送给我，不行，等下肚子饿的时候再吃，慢慢享受。三哥，谢谢。太好了，等下慢慢享受。OK，thank you。有龙珠果，什么苹果？那个老板娘卖我马币10块半了。OK。没有新币了，就马币半了，收着做纪念了。啊，做纪念办了啦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啊，拜拜。哎，靓仔，谢谢你的 support。哇，刚才马币卖给我。网红来的嘞。哦，不是啦，是啊，普通拍 video 这样子办的啦。谢谢你卖给我10块，让你亏本了，我要还给你2倍。哎，拿来，身体健康。才10块新币，你卖我10块啊，卖马币啊。啊，你亏很多嘞！再给你一个小小的心意，一个意思一个意思了，感谢了，听王发了啊！啊，金蕉丢掉了，感谢，身体健康，你看 ，thank you， 谢谢老板，听王发了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华顺老板娘啊，谢谢，刚才你卖给我10块啊，哇，你们撩金嘴了呀，看到马币金水呀嘞，我讲还是几多呀？啊，那个就是意思了。好了，不可以，就找。找十个我带去，我去虎豹别墅哦。去虎豹别墅。啊，虎豹别墅吃饱成第一啊，因为真水啊。啊。感谢。不，你换比赛。卖。你不是换镭，你个好啊镭镭呀！比赛。啊，OK。哎，感谢。Run。看到我了啦。OK。哦，这次来到新加坡红山 ABC 啊，昂松啊，陶街啊，全部给我很优惠，很特别，我非常感动到像新加坡落多好啊，下大雨啊，北宅祥他们在排队都没有空了啊，还打包给我拿回家。OK， 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吃，下一站继续 ，Let's go。